我觉得呢，哪儿好像不对劲儿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他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来还你了。白娘子和许仙不就这样吗？哎呦妈呀，人家那是神话，好不好？姥姥说的对，爱情就是神话，你信它就是真的，你不……那门口怎么又不进去了呢？神话来了。 回来了啊！回来了啊！我等你半天了。哎呦，诗雅呀，诗雅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咱俩真的是不合适，年龄差距太大了，知道吗？马老师，你干嘛要在乎世俗的眼光啊？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。可是我这儿只能把你当成是我的学生。难道我长得不漂亮，你不喜欢我？ 漂亮，我也喜欢。不，我说那喜欢，跟那种的喜欢是不一样的喜欢，你懂吗？马老师，你现在只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哎呦，你可以等，我可等不了啊。为什么？我这不是有女朋友了吗？马老师，我在学校都打听过了，您一直单身，只不过是在相亲。我这不相上了吗？那也是在我之后。 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我爸爱上了别人，那就是那个人在先。如果你非要让我爸再爱上你，那你就是拆散别人第三者。我确实需要妈，可是你太年轻了，跟我爸不般配。你觉得我管你叫妈合适吗？你可以不叫啊，这不是叫不叫的问题，这是你们能不能幸福的问题。有很多老夫少妻过得都很幸福啊，那是极个别的案例。 你看看这个男人，他得不了诺贝尔，他充其量就是一个退了休的体育老师。这些我都不在乎。可是我爸在乎啊，我爸需要的是一个跟他相濡以沫、执子之手、与子偕老的终身伴侣，是一个可以携手看人间千帆过尽，也不畏惧柴米油盐的人。这些我都可以。你可以什么呀？你只是一个。 一直活在自己童话世界里的小女孩，不敢正视这个世界的黑暗和不堪，一直等着一个王子或者是骑士来拯救你。你醒醒吧，这都是什么年代了？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被困在城堡里的灰姑娘，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战士。你爱上的只是你梦中的一个影子，不是我爸，那根本就不是爱，是逃避，是懦弱。 你看清楚眼前这个男人啊，他又老又胖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、放屁、磨牙，腿脚也不好，工资也不高，还不会说甜言蜜语，遇到流氓的时候，说不定比你跑得还快。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守护神，他只是一个平凡至极的大老爷们儿。哎，有点过，至于那么长吗？爸，生活不是偶像剧，你要学会面对现实。 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小灿，我说你这孩子说话没轻没重的，你看他那样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快，厨房！啊，不是，都是，好，包在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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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哎呦，爸，啊，爸，啊，快走，快，怎么了？
哎，我抱你下来。哎，那个，不是，诗雅，你可别在我抱你的时候你往下跳啊！我来了，别跳啊！你站稳了，你把手伸给我去。哎，站稳了，站稳了，来。 马老师，要不我先走吧。再待会儿吧。不待了，反正就这么坐着也没什么可聊的，也挺无聊的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吧。哎，路上你可得小心啊。 马老师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再见。嘿，干嘛呢？吓人呐！爸，你这辈子可没白活，居然有女人愿意为你去死。哎，这种待遇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去去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我是心里烦着呢啊。